无论是电脑定是智能电话，都需要一个 IP address， 即是互联网地址，才可以上到网的。而我们用了很久的 IPv4 标准的地址空间已经饱和了。新一代的 IPv6 标准 IP 地址多到几乎无限，不单止可以解决网络地址不足的问题，还可以带来更加多互动和创新的应用。想知道更加多，即刻上 www.ipv6now.hk 看看了。